全民团结拯救大马，郑林山国会议员办公室大选备战筹款晚宴昨晚在郑林山举行。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在晚宴上谈到国家的未来，也为选择和政治宿敌前首相敦马哈迪合作进行辩护。有人说林吉祥跟马哈迪哪里可以合作，对不对？林吉祥跟马哈迪啊，马哈迪多少林吉祥多少林冠英是咖喱饭，哪里可以合作挽救国家？我们一定要准备放弃小我，为了大我，为了更大的目标而前进。是的，这名曾在2013年全国大选时公开呼吁柔佛选民让柔佛州成为林吉祥政治坟墓的前首相敦马，四年后却出席郑林山行动党晚宴，还呼吁当地选民支持行动党和西盟。We are in the coming election. We are going to put up only one candidate to represent Pakatan Harapan.That candidate can be from DAP, he can be from Parti Besar Pribumi, he can be from Parti Keadilan, he can be from Parti Amanah. But all these candidates are candidates of Pakatan Harapan.呼应敦马的支持，林吉祥也在演说尾声分享了自己未来的动向，说第14届全国大选将是他最后一次上阵，他始终希望能够把郑林山当成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战场。我在马来西亚的政坛已经51年了，我相信来届大选，14届大选将是我最后一次的参加竞选的政治。我第一个选择就是回来郑林山打14届大选，好不好？你们支持吗？策略方面，最终的决定由党做最后决定。对于林吉祥把上阵郑林山视为首选，柔佛州务大臣纳杜斯里穆罕默卡利诺丁大方送上祝福，同时透露可能会有马华派代表上阵郑林山。NTV7综合报道。